起床了，起来了我。你昨晚睡得好吗？昨天一般，因为我睡得比较晚，然后睡不踏实，认床。认床。嗯。你的床垫怎么跟我们的不一样呢？这个是我代言的，席琳们。呀，深度好睡眠。我昨天睡得确实挺好的。肯定好，所以你现在气色非常好，你看我多暗淡，整个人。我不那天跟你说了吗？会给你们安排。啥时候安排？你安排上。我来感受一下喜临门床垫。你感受一下。哇，太舒服了！因为喜临门非常关注我们的睡眠。我躺下去，我感觉我已经进入深度睡眠了。好，那你睡吧。帮我关灯，谢谢。那个大家的那个起床任务都完成。九。那个大家的那个起床任务都完成了吗？今天我们给大家一个起床任务，明天的 cos 就是由这个决定的。吃脆的食物，但是不能吵醒同屋。哦，有这么个任务。他们给我准备的零食就是那种方便面，我首先要把它捏碎，声就特大，然后吃嚼起来也特别有事儿。但是那个声吧，真没你呼噜声大。我就不知道这事儿，压根儿都吃完了。宝哥的任务是成为第一个起床的人。好，那恭喜完成了。玲姐煮一碗面，然后让三个人来吃我的面。再放一碟我们的海天金标生抽。香。没有吗？还有吗？哟，还真行。吃完了。那杨洋的任务是，我是借一个洗漱用品。你没带吗？对，我洗面奶没带，谢谢。OK， 还没起来啊？哎，大哥，来来来，有没有洗面奶借我一个？服了。程程呢？就比所有人都得晚下床，但是我发现有一个人跟我一样，我发现蓉蓉，对，只会完成一个，这个吧。成为最后一个离开床的人，我想问一下有没有跟我一样的人？不知道，不知道，自己观察。不厨子咋都起来了？咱俩要不要起来看看呢？龙哥，嗯，你能帮我去拿一些东西吗？我今天现金我看不见。是吗？嗯。行，你等会儿啊。啊，奇怪，但是我看不见。嗯，我帮你呢。那他也不下去，然后结果他踩着他的床，就踩着我的床，哎，没离开床，是这个吗？嗯。哎呀，没离开床啊！汪苏泷那会儿显摆呢，两只手着地，脚不下床，嘿嘿，被人直接脚给他送下去了。那现在只有龙龙一个人没有完成哈，所以说恭喜所有完成的人呢，你们就今天集体可以扮成本地的形象，因为今天来到东北嘛，所以我们就扮成东北的形象。那么没有完成的人呢，我们就只能扮成外族人。外族人，外族人什么样啊？外族，我们先看一下来，这是女生的啊，海燕呐，艾莎，那外族人挺帅的嘛。我任务其实完成的不好。那恭喜玲姐可以完成本地人海燕啊。海燕呢？哎呦，你个疯点心吧。来看这边的。这个本地人可帅了。你瞅你那损色。你看，我们所有人都这样吗？不会吧？对，因为所有完成任务就可以扮成宝哥的样子。哎呀，我还好没完成，不好意思了。汪苏泷一个王子，我们这任务确实做的不好啊，大家做的。我承认，我那个柜台上还有两，我吃不下了，我扔了两块没吃完了，还有很多渣，我扔在床底下了，我现在给你们拿过来，我真没吃完。对，其实我的任务是借四个，但我只借了俩。哎，但该说不说，我龙龙那下没推下去，我自己把自己给先弄下去了。怎么办？你们都不喜欢扮宝哥是吧？
你看一下。我自己都不害怕，你想想，你多难受啊！那恭喜大家完成各自的任务啊！今天即将开启这一站的旅程，沈阳是宝哥的家乡啊，也是龙龙的家乡。我家乡是吉林，其实我现在居住在沈阳。居住在沈阳。还有更改多少遍？还有我更改多少遍？我的家乡。所以这一站呢，他们俩将化身为导游来帮我们规划今天的旅程，我们跟着一起寻找小时候的记忆啊，看着家乡的变化，体会最初的美好。所以说今天我们就穿上 cos 服装，我们就来体会沈阳另一个层面的这个生活，包括沈阳的新农村的一些改革啊，现在也变得非常的洋气了。好，那我们请换装吧。你像蓝精灵一样，一点没合感。你谁？哎呦，林燕呐，我可不敢啊！今天可是五个小宝子一起抢我。宝哥，你那时候是还故意画黑点吗？故意画呗，画的更黑了点儿，漂的那粉底都开始。对对对对对。杨林今天进人物可快了。杨杨。妈呀！天哪！咚咚咚咚咚！原来跟衣服无关。你没戴好，得。宝哥，这是刘海也没这么戴呀。刘海都得露点，那样就是老头，这样就是小年轻。只有我们杨迪在角色里，对，就是。宝哥，你教一下杨你的经典的。其实这个舞蹈真，你看他会，实际能往边甩的这个。怎么甩啊？一、二、三、四。啊，对对对对对对，都会。我的妈，这一舞废了。这一舞废了。这一舞废了。杨洋被带跑边了，又来一个啊！笑大点，哎呦我，你这帽子咋回事呢？咋是没有一个坨呢？啊，它可以窝进去了，窝进去了，也揪出来。你这不是同一款，整的挺时髦。宝哥，你当时那个演完这个小品以后，带货能力强不？就是整个东北都开始是吗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我跟你说，我给大家透露一下，我在春晚上穿这种衣服吗？然后上面有福的，全网啊带货。你看看，哎呦我的妈呀！我以为是张小斐的那件毛衣，就是因为上热搜了嘛。后来我一问人家才知道，我的这件卖的最好。所以你在上春晚之前，你先把那个衣服得自己弄一套。平时穿吗？平时就这样。不是，你那套就是得自己那个。尝尝，你会模仿宝哥吗？海燕呐，是海燕啊，你可长点心吧。笑，模仿宝哥笑，太难学了。那你来，你来。那只能我来了。宝哥二号。大概是这样。嗯，强强来。我怎么，就是动得很大，一惊一乍。好，开始游戏吧。